Surprise! 想我了吗? 敏小姐坚决不肯住这个房间，我们也没办法勉强。不好意思啊，辛先生。没事，复原一下吧。好的，那我们把这里都收了吧。就知道没那么容易骗过他。 走，圈圈，妈咪带你去外滩，好不好？我要去露营。不去露营，我们去外滩好不好？俊杰，surprise！ 想我了吗？ 全全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走走走。哎，瞎起什么？明慧，你别误会。先走，真巧啊！你忙你忙。你真的别误会明慧。放，你就是明慧。啊，那你一定就是全全啦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亲我爸爸？我妈咪都还没亲呢。啊，全全。 哈，行行，告诉他们我是谁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 Cindy， 我姐姐。姐姐？对，RG的董事长，也是我的大老板。嗨。啊，你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可爱啊！ 哎，我对你已经是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不是这么用的。哦，你怎么见过我照片？那当然是欣喜发给我的啦。你不是已经回北京了吗？哎呀，本来是要回去的，被有些事耽搁了。而且哈迪也说你要来参加高科技峰会，我就想多待几天，要不然怎么能见到我这么可爱的大侄子？还有。 叫我敏慧就可以。OK， 敏慧，你本人也比照片还漂亮，五味俱全。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，你哪学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成语？就 start learning。我觉得可以四个字四个字说话，太酷了。我的照片也是他发给你的吗？发的是你和全全的合照，我又没办法把你 P 掉。No no no no。 你发给我的可是你们一家三口的合照，别理他，他从小就是这样，口不，口不对心。That's right， 哇哦，你中文这么好啊！看来你不但可爱，还有聪明。Love you。哎呀，太可爱了。 今天晚上我订了餐厅，一起吃饭吧。我没空。那你们两个还挺有默契的嘛。心弟，我今天晚上正好有个会要开，所以可能不太行。我要去。你要做什么不重要。啊，明慧，我难得从国外回来一趟，还特意多留了几天，就是为了要见你还有全全。 那好吧，那太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想吃什么好吃的？这些应该差不多了，先这样吧。好的。哎，对了对了，那个再给我来四桶苏打水。啊，四瓶。啊，好的，稍等。我刚刚说到哪儿了？这个星期小时候刚到我们家。 这晚上根本不敢一个人睡觉，他呢每天晚上都得抱着一只小熊，我还给他取一个 nickname 叫树袋熊，你还记得吗？那真是挺难想象他有那样的烧的。哎，你难想象了可多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说够没都说了一路了，没停过去。以后我再慢慢跟你说。全全啊，今天是我们初次见面。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，什么礼物啊？那你看，谢谢阿姨。哇，是电话手表哎！这个手表可厉害了，你喜欢吗？嗯。
喜欢的话就叫声姑姑听听。姑姑啊，好棒，你太可爱了。 Oh, you are so sweet. 哎呀，你这脾气这么好，太好相处了，一点都不像心情。来，一个人照顾全全很辛苦吧？新姐问过同样的问题。全全的病历我给国外的心脏病专家看过了，他说手术很完美，你也不用再担心了。新奇给你看的？是啊，他其实一直很担心全全。你也知道新奇他的病一直到5年前手术过后才算慢慢的好起来，过去20多年好几次他都差点死掉了，所以我很了解照顾一个心脏病孩子的辛苦。你的事业还这么成功，换作是我，我肯定不能兼顾。这也是新奇跟你说的？这些不是新奇跟我说的，是我自己查的。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知己知彼，什么来着，什么百战不殆。哦、yeah, that's right. 我就想多了解你和全全，这样以后你也不用这么辛苦了，我们可以 take care of 全全的。我的儿子我自己照顾，不需要你们。哎，全全跟妈妈走。我还没吃呢。我们不吃了好不好？妈咪带你去吃其他的，走。怎么了？应该是我问你吧，新奇。又是飞机升舱，又是升级套房，你现在又突然冒出一个姐姐，你为了争夺全全的抚养权，未免也太处心积虑了吧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又是什么意思？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从我身边抢走全全，别费心气死了。我们走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吧，敏慧，敏慧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烫到了？你再这样子吹下去，我头发就要喷火了。你心情不好吗？没有啊，妈咪跟你出来玩，心情特别好。你每次假笑的时候都特别丑。你怎么能说妈咪丑呢？你没有否认你假笑喽。好啊，你敏全全啊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人小鬼大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新奇他又欺负你了？他欺负你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收拾他。看来呢，你爱我比爱他多多了，对吧？那当然。那如果说他要你去跟他一起住，你也不愿意，对不对？愿意啊。愿意，前提是你也在一起。那如果说没有我，就你跟他，你愿不愿意？这还要问啊？肯定不愿意喽。那就好，妈咪没有白疼你。嗯，你问这干什么？你不会要把我扔给新奇吧？敏慧，我知道你养我很累，但很快我就长大了，长大了我就可以照顾你了。你不要把我扔给新奇。虽然心情很好，但我还是最爱你啊。全全，你这么可爱，妈咪怎么舍得把你给别人呢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快去洗澡吧，臭死了。哎呦。